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九江小学的沈老师。今天由我来为你们上一节文言文。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上节课所学过的内容吧。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，塞下曲，墨梅。古诗一篇称为一首，所以21课的课题是古诗三首。文言文一篇称为一则，本课共安排了2篇，所以叫文言文二则。这节课我们就先学习第一则。看图猜一猜，大概讲的会是什么内容呢？好，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。有个书生认真地坐在地上读着书简，他穿的衣服上有一些补丁，可以看出他应该很穷。他头上旁边悬挂着一个小袋子，袋子里面发着光，他应该是在借光读书吧。他们观察得真仔细，这是一篇关于古人读书的文章，选自《晋书·车胤传》。我们一起读课题：囊萤夜读。通过预习，你们知道“囊”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吗？谁来说？对，囊就是用口袋装。看老师写课题。囊啊，这个字很复杂，但是呢，它很有趣。这一横像一根绳子，这个口表示口袋，这一竖表示装有东西，放在案子上。笔画多了字，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各部分要紧凑一些，注意横画的长短，还有留白要均匀。请大家把这个囊字写在生字本上，我们来比一比，是你们写的好还是老师写的好。开始吧。写完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来读一读课题。读课题，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？谁囊萤夜读？为什么要囊萤夜读？让我们带着问题走进故事中。打开课本，翻到102页。请大家借助拼音和注释自由地读一读课文，开始吧。
谁愿意给同学们读一读课文呢？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读的吧。应工勤不倦，博学多通，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炼囊成黍石萤火，以照书，以夜记日言。应工勤不倦，博学多通，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炼囊成黍石萤火，以照书，以夜记日焉。应工勤不倦，博学多通，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炼囊成黍石萤火，以照书，以夜记日焉。我发现他们三个读的有点不同，其中第一句就有些不同。有人读应工勤不倦，也有人读应工勤不倦。第二句当中还有两个多音字，到底该怎么读呢？我发现下面同学也在摇摇头。文言文呐，确实有点难读，不过别着急，古人说得好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要不咱们再读读课文吧。首先读第一句，老师提示你们一定要看看下面的注释哦。好，谁读懂了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读的。通过文章下面的注释，我能知道应他应该是个人，所以我认为前面那位同学说错了。这句话应该这样读，应工勤不倦，博学多通。这真是个细心的孩子。其实课文下面的注释已经提示了我们，应他是个人，车是他的姓。根据车胤传里记载，应从小聪颖好学。这个孩子他应该理解了应是指车胤这个人，所以读的时候呢，他就注意了断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句子。我们知道结合注释可以把句子读懂，但是这个句子里不是每个字都有注释，比如说倦，怎么理解？我听见下面有人小声的在说疲倦。真聪明，他给卷组了个词，这样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。我们再看这句话里面还有个字，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呢？你们看勤，勤字我们可以给它组哪些词呢？谁知道？哇，你们都举起了小手，来，我们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。我想到了勤劳，想到了辛勤，勤奋，勤快，勤勉。哇，孩子们真厉害，你们的词汇可真丰富。这个勤字咱们想到了那么多词，但是哪个词放在句子里更合适呢？好，我们听听小老师们是怎么说的吧。我觉得是勤奋，你看如果是勤劳就可以白天读呀，为什么要晚上读呢？勤奋就有奋发向上的意思。勤劳一般都是指劳动方面的，跟学习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应该是勤奋。你们看书上的注释写了，工勤的意思就是肃静勤勉，勤勉是一种做事的态度。你们看图上车胤那专注的态度，不就是勤勉的样子吗？小老师们言之有理，勤咱们可以组很多词，但是要选择一个适合这个句子意思的。显然勤在这里是
勤奋勤勉的意思。那么恭勤呢，就是恭敬勤勉。掌握了这种方法，谁再来说一说这个句子你是怎么理解的？好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这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，应读书很勤奋，不知道疲倦，知识渊博，什么知识他都懂。小老师啊，真厉害，一学就会了。理解之后，你现在觉得这个句子该怎么读？你们在下面试着读一读。好，我们来请出小老师们。应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。应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。应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。他们读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啊，一个比一个读得好。这些小老师们，他们因为理解了这个句子，所以读的就很正确，也有节奏感了。你们也来试一试吧。你们读完了吗？看到你们有滋有味读着，我觉得你们呐，真像一个小书童。读到这里，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怎样的车印呢？是的，用书上的词来概括，就是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。我们把这两个词积累下来，老师写在黑板上，你们写在本子上，我们再来比一比，看谁写得好。注意看老师写公字的时候，这一撇和这一捺呀，注意一定要舒展。它下面是个心字的变形。勤这个字啊，笔画有点多，左边的最后一提和右边的竖撇要懂得穿插避让。咱们写脖子的时候，最后一笔那一点儿可千万别丢掉了哈。老师写的怎么样？要不要给我点个赞呢？好，你们赶快写一写。注意写字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姿势。写完了吗？好，你们真棒，用你们的小眼睛看着老师。我们再回顾这个句子，你是怎么读懂这个句子的？好，谁来说？
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总结的。我们可以看注释，还可以给词语扣个词。嗯，这些孩子啊，真会学习。概括起来呢，就是结合注释组成词语。要不就请你们用刚刚学会的方法来自学第二句吧。读懂的孩子可以用你的眼神看着老师。谁愿意把自己读懂的内容和同学们分享呢？嗯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。我认为印家里很穷，没钱买油灯，于是想到了萤火虫。萤火虫的尾部会发光，他就用萤火虫来充当油灯。他整天拿着装着萤火虫的袋子，还捧着一本书，一夜继日的读，忘了吃饭，也忘了睡觉，非常勤奋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：尹家里很穷，时常没有钱来买油点灯。夏天的晚上，他就做了一个白色袋子，装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袋子里，用萤火虫的光亮来照明读书，一读就是一晚上。萤火虫，我在乡下的外婆家见到过，一闪一闪的，亮起来非常好看。车印家里很穷，买不起灯油，就用白色的薄绢做成袋子，抓些萤火虫装进里面照明读书，白天读，晚上夜读，从来不知道疲倦。瞧，这些孩子真会读书，他们能联系生活，读到课本之外去。印就是这样，从白天读到夜晚，日夜不停。用书上的词来说，就是以夜继日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成语夜以继日。这句话当中还有两个对应字，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读了吗？你们想一想。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解释的。我觉得这个字也应该读盛，盛就是装的意思，比如盛饭盛汤就是装饭装汤，这里是指用白色绢袋子装萤火虫。夏天的夜晚太黑了，几只萤火虫肯定不够，要好多只萤火虫聚在一起才足够亮，供他读书。这个数十只萤火应该读数，表示好多个萤火虫。言之有理，你们看，他们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在文言文里读多音字的秘密，那就是根据它的意思来判断。这个句子有点长，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读通它吗？我们再次请出小老师们。便囊是一个词，意思是白色的绢带，而数十萤火呢，则是表示好多个萤火虫，所以我认为这里要停顿一下。家贫不常得油，下月则便囊成数十萤火以照书，以夜继日焉。老师，
我们以前在学校古文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长句子，您告诉过我们要根据词的意思来读。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炼囊成数十萤火以照书，以夜即日焉。你们看，他们根据词的意思来读这个句子，就读出了节奏感。老师也想读一读，看看老师读的怎么样。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炼囊成数十萤火以照书，以夜即日焉。你们也来试一试吧，看看是你们读的好还是老师读的好。开始吧。咱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确的断句。读完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来回顾全文。这则文言文短短的只有两句话。如果说第一句是写车胤勤奋读书，那么第二句又写的是什么呢？是的，车胤白天勤奋读书，夜晚还要创造条件来读书。现在我们就走进车胤夜读的那个夜晚，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就是车胤，如果你家里穷得连灯油都买不起，你还要读什么书呢？你怎么回答我？好，我们来听听这些小车胤们是怎么说的吧。我之所以愿意读书，是因为我想成为大臣，帮助皇上治军理政，举荐贤良。孟子曰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虽然萤火很弱，但书中的内容很有趣。在书中，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带我们进入那充满奇妙知识与想象的书海。虽然我车某人家境贫寒，那又何妨，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我现在就是想读尽天下的好书，为我所用，将来鞠躬尽瘁，报效祖国。你看，车胤虽然家贫，但志不短，在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下，仍要立志识遍天下字，发奋读尽人间书。后来他官至吏部尚书，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让我们带着这份敬佩之情读一读全文吧。的朗读仿佛把老师带到了1600多年前车胤夜读的那个夜晚。老师也很想读一读，看看老师的朗读能不能也把你们带到那个情境里去呢。胤躬勤不倦，博学多通，家贫不
常德游，夏月怎面郎乘数十萤火以照书，以夜寄日烟。车胤郎吟夜读的这个故事流传了几千年，现在你们看图能不能把这则文言文背下来，看谁背得正确流利。开始吧，你们已经把这篇文章读懂了，回顾一下你们是怎么读懂的，谁来说一说？对，就是结合注释组成词语，联系生活，这就是学习古文的秘籍。这可不是口号，老师希望你们牢牢地记在心里。现在老师也给你们带来了一篇小古文，看你们能不能用今天所学会的方法来读懂它呢？试一试吧。你们读懂了吗？好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。匡衡勤奋好学，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，邻家有灯烛，但光亮照不到他家，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，引来邻家的光亮，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。凿壁偷光，匡衡勤学而无竹，邻舍有竹而不带，衡乃穿壁引其光，以书映光而读之。瞧，他们理解了，就能读得绘声绘色。其实像这样古人读书文章还有很多很多，课后老师给你们推荐两篇小古文，孙康映雪，悬梁刺骨。愿同学们像车胤一样，读万卷经典，做中华好少年。同学们，这节课就上到这里。